天后九令明天就要到中国广西展开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而现场舞台现在正在积极赶工，但是发生了公安意外，造成了一死十三伤的悲剧。为了让演唱会有更好的声光效果，工作人员在广西体育中心架设了多条大型钢铁结构灯架，但是意外倒塌，结果砸到了一名工人，是当场死亡，另外有十三人有轻重伤。而九令原本就预计今天要前往广西，事发当时他人还在台北，得知消息特别在微博写上，知道事故之后内心十分难受，也一块为伤亡的工作人员来祈祷。